老师们，我也想学昆曲。哼，哦，你也想学昆曲啊？为什么呀？他都能学，我为什么不能学？你是他的谁呀？她是我姐姐。从小大家都说你姐姐长成这样，你们真的是双胞胎吗？你们是双胞胎啊？嗯。那倒是看着一点都不像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我叫玄真。玄真，玄珠，你是哪个学校的？知心的。哦，也是知心中学。好，来，我看看。倒是个学习的好胚子啊。嗯，条件不错的。嗯，行，我们收你了。谢谢老师。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姐妹俩一起学挺好啊。嗯，是不是玄珠？但是玄珍没有放过他。老师去昆曲堂玩，能不能带上我一起？好吧，走吧。谢谢。